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哦，这个要跟大家机会教育一下。对对对，在这个传统戏曲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马鞭。嗯，我知道。知道，不然你以为是什么东西？张克凡就说这是虎鞭啊，我说这明明是马鞭啊。好，这个拿着这个表示你在剧中在骑马。对，在骑马，因为我们那个这种传统戏曲都比较抽象，对，所以你不可能真的搞一匹马是在那边骑，所以他用马鞭象征骑马。那马鞭骑马有一个好挥动作，好就代表这个马在走，有没有？有。那马在跑，马立行。那马在跑的话，会有你的马走是这样子走啊？对，但是马慢走，可是马如果快走的时候就变这样。很像。是这样。那马跑起来是怎么样？马跑起来。一样。沈玉玲，沈玉玲，马走，然后停下来，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马走，停就停完了嘛，停啊！马停有马停的姿势吧？真的吗？不然嘞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没学到这个，没有这个。你马，哎，你文化脏话哟！走一走的时候，你要停的时候就打一下，然后就停住了。就这样子，然后开始讲话嘛。你哪有人这样，然后就停住就这样，又不是卫兵。哇塞，哎，没想到康永哥这么多才多艺，这是他的专长。我知道了，对啊。所以我今天要忍受你表演这么痛苦。但是我等下表演是很诚恳的，很真心的，也是燃烧生命在表演。燃烧我们的生命。就等一下你跟小薇要演的剧码是哪一段？就是那个薛平贵与王宝钏，就是薛平贵回来那个寒窑要寻找王宝钏，然后王宝钏看到那个她老公回来了，就发春这样子。哪有啊？就发抓狂了。很激昂的一段戏。很激昂。是。哎，你的人中还好吗？老实讲哦，你看只有你关心我一个。而且我们现在全身最痛的是耳朵，因为它勒到，对，因为它是挂在耳朵上，然后你还要再挂眼镜，可以拉拉看，对，拉他的胡子，哇，这个哇很痛苦，对，所以这边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，而且麻烦就是刚刚录影前有人在我旁边抽烟，我劝他不要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差点靠近他这个。你第一次叫人家不要抽烟，那如果你这样要抽烟，你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那个老师有教我，如果要喝水的话，这个还可以拉下来哦，这样有没有？哦，撸到下面，喝个水。啊，你等下聊天就这样就好。不行，那这里会很痛。后面就好了。不是我们逼你学昆曲的话，你是不是会听了会睡着之类的？完全睡着，就是。那不是我的痛调，学了之后才觉得这很酷，因为三不五时就可以拿去跟人家学。唱的难度来，所有剧种来，它是最高的，昆曲最难。而且我昨天在捷运站也就这样唱，然后就把旁边人都吓到。我昨天在捷运站也在唱我这个，是不是？真的，捷运站，捷运站好多就手这样，手这样，我就是这样得意的半死。而且我还拿扇子在捷运站那边挥来挥去，我朋友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？那。你现在站起来，然后呢，你把水袖抖开以后，再把它收回来看看。哎呦，还收不回来，收回来。哎呦。等一下，看你头好晕哦。你叫郑老师收一次给你看看吧。主要用那个手腕掌腕的力量抖开很容易啊。对，抖开哈，然后来收。那个手哈，就像这样端着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手不要伸长，哈，圆的，好，然后不要夹轴。要发火了是不是？好没有，而且我还问老师说，为什么古人要用这个？如果上厕所这样擦，不是会有？你问的好不？沾到。对，然后老师用这个，多少会沾到。这是戏曲。然后老师就说，通常他们都是上完厕所才穿的。所以。黄老师，你示范一个很复杂的水袖动作给他看一下。好，来。哦。来，吴一佩，来。哦，吴一佩，这个好酷哦。算了。还没说好。他好适合去篮球比赛的中场表演。那大家要试一下吗？对，太难了，这太难了，不可能。太难了，徐老师会啊。我不会这个啊，老师，我想学那个，因为我真的有去看《梁祝》这个电影，最后祝英台枯木的时候，两下啊，他是这样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啊，那个好漂亮，对，就是，天哪，是
双膝跪地耶，怎么那个脚尖，脚尖要脚要先下去一点，脚尖要先下去，脚尖要控制住。小优来试试看，要跪吗？太难了。小优还蛮会甩袖子啊，好，就是往上跳，往上跳，往上跳，好，啊，脚尖控制，要先控制，然后再跪下去。哎喂，哎哎哎，小优来控制头套，哎，小优，你怎么了？你撞到他？他折了，小优，小优怎么会跌倒？为什么？可能鞋子太高了。为什么？薛平贵，赶快！他鞋子很厚吗？没有高，你是平底鞋。等一下，王宝钏都摔成这样，你在干什么？然后骑马出来救他。薛平贵，骑马出来救啊！骑马，他马太吃草。来不及牵马。看到你太太跌倒，你也不管吗？我们夫妻感情不好，所以你都不回家，都不回家。揍谁？实在是太僵硬了。什么东西？家贝贝啊！早上光，爱情所以呀，为着。这两无人管啊，这是我车啊，王宝钏，我车王宝钏啊，还尾音哎，对呀，尾音自己飞到，十八年来无断的。吹无寒窑露青锁。啊？哎！那边有一个土人，过去来甲探听便是啊。探听电视啊。在听。哎！阿兵归乡者。详细观，哎呦，还有什么？蔡松这个女子，好亲像是我的水某，王宝钏，宝钏啊，宝钱，闽南语连续剧吧？对，在听看啊，是在啥啊？是在啥？刚刚是阮平贵倒转来了，来看麦一下，你，你，这鬼话。剧种哦，小优本来可以好好演出的，可是我可以感觉到玉林兄是用生命在演出，有，而且很有，他真的大吼大叫，哇，他平常就是这样子啊，哎呦，哎，这样的，哎，因为薛平贵是个武将啊，哦，所以那个把那个钢印要出来，好，你倒转来，一般的讲你啊，我倒转来，对不对？不行，薛平贵，我倒转来，你好，要倒。我有一年跟屈老师有唱过，你说今年吧？对，那个是薛平贵的儿子，我是薛丁山，我是范梨花，瓜喜，真算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，对，你两个在讲相声，听起来让人很有想象，而且屈老师那次都乱唱。你通过大伟，我没有乱唱，他唱台语，你一直听他在讲什么顶尖导航，你一直以为是一种导航系统，叫顶尖是什么？原来他是唱台语的挣钱投降，顶尖导航，他叫顶尖导航，顶尖导航，
好，那你要保重哦。好的，请不要为我们节目受伤，不要在这里殉职。欢迎张克白上台。这是马，哇塞！好，上马了，哎呦哎呦！哇！哦，还有还有还有！哇！来了来了！爆点爆点！哇！所以有什么动作是你希望小俊老师做一他的十三响？真的吗？速度是我的三倍，可以麻烦你吗？介绍食物哎！哇！哎呦喂！哎呦天哪！哎呦！啪！不要这样嘛！还有哎，好痛！刚才你是慢动作版的，我已经尽量想出来了。